环球网报道，9月9日，朝鲜迎来建国70周年纪念日，当天上午举行了阅兵仪式，仪式上未出现核导弹等武器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对平壤阅兵做出了评价。特朗普9日发推特称，朝鲜刚刚举行了阅兵仪式，庆祝建国70周年，没有像以往那样展示核导弹，阅兵主题是和平与经济发展。专家们认为，朝鲜没炫耀核导弹是为了向特朗普总统展示无核化决心。这是朝鲜一项重大而积极的声明。谢谢金委员长，我们两人终将证明所有人都是错误的。没有什么比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进行很好的对话更好的事，更比我执政前的状况强多了。